在春天，空气好的时候，太阳格外晴朗，空气也是新鲜和清爽的。趁着好天气，布一个茶席，试一款茶。茶是2019年的武夷山汇苑水仙，经过一个冬季的存放，不知道有没有更好喝一些。盖碗则是试茶的普洱茶器，通过温润泡将水仙一步步唤醒，而它的醇厚是茶叶里多酚类物质丰富的结果。通过季节的轮转，焙火的火气退了些，而岩谷花香则更加立体。给茶以时间去变化，给我们一些时间和自己好好相处。